疫情发生以后，如果经流行病学调查综合风险研判满足以下的条件，感染来源明确，传播链清晰，未发生社区传播，那么无需对发生疫情的区域开展全员的核酸检测，重点就是对风险区域和有时空交集的风险人员开展核酸筛查。